美呀、啊，哆啦 A 梦，明天就周一了，但是我作业还没动过，一定要救救我啊！跟哪里没办法？提醒机器人，有了它监督你做作业，现在你自制力再差也不怕了，太好了！这下我一定能把作业做完。三点几咧？三点几咧？喂，三点几咧？做做捻啊做，饮茶先啊，饮埋靓靓嘅杯，做咁多都冇用咧，老细唔锡你嘅咧。你这什么道具啊喂，算了，我还是先上个厕所吧。喂朋友，做咩咁多啦，放工啦，唔使做咁多啦，饮下靓靓嘅杯。哎，丧失择偶权的大熊，不要把你的爱好给我加到机器上啊喂，真是的，搞得我厕所我都没上成，干脆就去静香家上吧。すみません，请问静香在家吗？七点几咧？七点几咧？喂朋友，差唔多七点咧，放工啦，唔使做咁多啦，啤酒黑啤酒 ，OK， 一支啊，饮酒 ，OK。你不上厕所了吗，大熊？拆家吧，大熊。所以说有什么道具让我换个城市生活吗？哆啦 A 梦。好啦好啦，看来只能用那个了，物品时间倒转机。只要用这道具去造物体，它就能还原到以前的样子啦。真不愧是你啊，哆啦 A 梦。所以说你这道具和我换个城市生活有什么关系吗？它起码能帮你把东西收回去。那金霞还不是全看到了吗？我算了，有了这东西，起码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拆家了。好耶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大熊，哆啦 A 梦，我们又在这里搞什么？妈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有道具让它复原。今天的野比家又是和平的一天呢。喂朋友，睇到两分几咧，仲想下次一定啊，投币先啦，下次一定冇用嘅咧，阿婆煮唔识